我进来了，我出去，我不进来了，我出去了。最近呢，因为大家都闷在家里，不能出门，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可以用手机健身的 app， 然后我看很多蛮多人在玩，它叫做 Active Arcade。然后我今天用的是 iOS 的版本。那一进去之后呢，它会叫你先登入，那你就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登入方式去登入。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建账号，它目前的界面都是英文的，但是很简单啦，就是看你的账号要公开还是隐藏，然后你可以加入照片。先不要加好了，可以选说，我有家人，或者是我整个家都在玩，或者是我要给我的学生玩，都可以选。年龄，天，年龄，好残酷哦，我应该都跳过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玩了。那建议呢，你如果你一般是用手机的话，你放在很远的地方会有点难看到，所以建议你如果家里你是 iPhone 的话，有 Apple TV 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 AirPlay 到电视上，这样比较不会 talk。那我们就先来试一个最简单的好了。Reaction， 然后呢，你人就是要站越远越好。它如果变白色的，就代表成功。好紧张，要开始了。不好意思，我那个脚架好像放太边边，所以会拍到脚架，我等一下会移到别的地方去，大家第一局就请见谅了。其实蛮累的，因为他要一直，左右跑，所以其实蛮累的。然后他要在一分钟之内玩完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流汗了，但是不能用到擦。310分，好像没有很好。然后结束后，他其实会把画面录下来，所以你可以选择要分享到你的社群软体上，还是下载到电脑里面都可以。你看，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喘了。那我们第二个来玩 Boss Attack 好了，这个好像蛮好玩的。然后其实它前面都会有一些说明，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可以看它的说明。好，这次应该不会拍到脚架吧？ Boss Attack， 好紧张。烂骨头，直接坐上去。等一下，这也太累了吧！他有时候我知道你不能在太难辨识的背景，所以他其实还是有极限的。这个也太整人了吧！等一下，他一直要我跳左边，太累了，没意思。好喘哦，是可以练大腿肌耶！啊，这也太难了，蓝骨头，不行，不妨。越来越低分呢，怎么回事？成大师毕业怎么办？这，我觉得这不输健身环呢，哇，还蛮累的。那我们来。Flash Fit， 我们看 Flash Fit 是什么东西？我的 Fit 就是即将在今天烂掉。Flash Fit， 这是个跳舞机的概念。我在他们身上屁孩在跳，会不会在家玩到脚抽筋？嘿，我进来了，我出去了，我进来了，我出去了，我进来了，我出去了，啊，太累了。等一下，这太整人了，他就一直重复哎。啊，这可以开合跳。还有多久？还有20秒吗？不是，我出去。大家要玩自己在家里玩的话，不要去外面这样子做。啊，快累死，我要放弃了，好累啊。这样才88分，满分是100吗？也太累了吧！我完了。热身间两个就喘得要死了，那我们来玩最后一个好了，我真的不能再玩了，这完全就是运动。这个叫做 Reaction Flow， 它就是 Reaction 的进阶版，你要照顺序打。哇，太累了，我今天运动量够了。一二三，
会自己好像萧亚轩在跳舞，一二三四，真的很像萧亚轩的舞蹈。萧亚轩是不是有一首歌，就是也是手一直这样跳？我已经语无伦次到看不到那个数字了。如果现在观众只有看就是摄影机，然后没有那个游戏的画面，应该觉得我很蠢吧？你看到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，一个人在跳舞。What you see, what you get, L O V， 开始唱萧亚轩的歌。真的还有465，满头大汗欸。那你如果买不到健身房跟运动器材的话，就去下载一下来玩好了。Active Arcade， 然后它现在是免费的，不知道它未来会不会收费。目前我玩它的游戏都是免费，里面也没有看到什么购买的机制，所以大家把握现在吧，搞不好之后越来越多人玩，它就要开始收钱了。